Hello， 我是 Another Watch Magazine 的 Joanna。一直以来，钟表品牌和运动都是息息相关，除了赞助不同比赛或者队伍之外，亦都会推出一些联名的手表。今天要介绍的一只 Omega 手表就是跟帆船运动有关。第37届美洲杯帆船赛即将在巴塞隆纳举行，有不少品牌比如是 Tudor 或者 Panerai 都特意推出限量版的腕表，为自己赞助的帆船队打气。而今天要介绍的腕表就是 Omega 为了致敬卫冕冠军的亚联酋航空新西兰队而推出的 Panera Ocean。两支的合作其实1995年已经展开，今次以亚联酋航空新西兰队的队徽作为腕表的设计概念，乍眼看上去都见到很多黑色衬蓝绿色的细节。首先，直径 45.5 毫米的黑色陶瓷錶殼，配上磨砂黑色陶瓷单向的旋转錶圈，上面饰有白色珐琅的潜水刻度。12点位置的圆点自有一个三角形的外框，经过白色夜光涂层处理，会在黑暗中发出柔和的绿光。瓦面的陶瓷錶盤三点的位置特别设有一个到时显示和起航标记，设计意念来自赛前的指定动作。顯示指針、小錶盤的外環、分鐘圈、數字12和雙有美洲杯獎杯造型的平衡橢的秒針都用上代表帆船隊的藍綠色，連同磨砂黑色的陶瓷按鈕外圈、排氣器閥門的 HE 字樣、錶冠上面的 Omega 標誌和橡膠錶帶上面的縫線都是這種顏色，看上去非常 sharp 醒，搭載 Omega 9900 Master Chronometer 機芯，動力儲存為60個小時，防水深度有600米，售价大约是105,300元。不知道大家对这只表有什么看法呢？喜欢我们短片的话，记得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